Lisa Black Widow Comma V2 產續版本正式抵港，特別針對觸發建程作最佳化，提供更佳的遊戲操控效能，還配備了1680萬色 Comma 背光系統和質感十足的皮革柔軟手枕， Lisa 迷絕對不可以錯過。Razer Black Widow Chroma V2 机械键盘用104+5 keys 全尺寸布局，尺寸为48.4×18.2×4.2 cm， 支援 1000Hz 反应时间和十键同时间按下无冲突防鬼键功能。另外在左边提供了聚集功能键，键盘表面用了全新的涂层，可以减少污渍和指纹残留，键位的布局曲线符合人体工学，外形棱角分明，令键盘的质感更加时尚高贵。Black Widow Chroma V2 用 USB 2.0 传输界面，线材用了不可分离的设计，连同 USB 2.0 和 3.5mm 音效延伸线，为键盘右边延伸一组 USB 2.0 和音效连接埠。键盘下方的线条经过重新设计，配合磁吸可分离式手枕，安装拆卸非常方便。手枕用一蛋白皮革物料，触感细腻柔软，提供舒适的乘坐手感。Black Widow Chroma V2 产作同样是由 Razer 自家定制，高达8000万次的按键寿命，两段式行程有段落感，反季力度轻，触发力降至45g， 同样是 1.9mm 的触发点，但重置再触发的行程只需要 0.05mm， 适合追求快速激发间隔的游戏玩家。键盘当然也具备 Chroma 灯效，每个按键都有独立编程背光颜色，支援1680万种可自定色彩，透过 Razer Synapse 软体就可轻松设定。此外，键盘左边提供了 M1-M5 自定编程按键，可以记录一连串键盘或者滑鼠的组合，在有需要时候按下就可以即时发动一连串的攻势。